了200多名长辈，中视爱心基金会也捐赠了一辆全新的救护车给老人之家。中视爱心基金会在岁末年中到位于新店山区的卫福部北区老人之家，用老歌演唱慰劳200多名老人家。我爱你，你看我想对你梦话说。熟悉的老歌带给会场温暖的人情。大灯下彩虹，奔向那天空。而中视爱心基金会也赠送一辆价值150万元的救护车给老人之家，对老人的医疗照顾有很大的帮助。那这辆救护车呢？这个我们平常可以让他们有一些个帮他们去固定。这个出去送他们出去这个检查身体，那么碰到有紧急医疗的时候也可以派上用场。新年快乐。基金会并且赠送长辈们一份红包，祝福他们羊年吉祥又健康。记者林正坚，新北市报道。